喝喝喝喝，就知道喝。你没喝呀？别走了，明明你也在走，好吧？哎呀，我怎么就喝醉了呢？谁爱喝？阿欢，你没事吧？受伤了吗？我看看，我给你把把脉。阿欢，你没事吧？你说话呀。阿欢，小曼呢？阿欢累了，你让他自己休息休息。阿欢，小曼不是去救你了吗？啊，小曼，小曼，你说话呀，你说呀。小曼她死了。谁死了？我问你，谁死了？小曼死了。宝贝，不，是我害死了师叔。阿欢，小梦，不，家长，家长，不，不可能。你怎么来了，师姐？你说这人活着到底为什么？为父母，为子女，为师长，为徒弟，为使命，为人间，为来为去为这么多，人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活着？生有其命，不由自己。你以为师父当初选我们入化心阁是好事吗？你还记得师父怎么跟我们说的吗？他说今后就苦了你们了。你记得就好。我们不为自己活着，只是想让天下人为自己活着。可是师姐，我还想搏一搏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世界只是一场梦，是用无数的人沉浸在昏睡中换来的。他们沉睡在梦境中，到死的那天都不会醒来。我们化心阁存在的意义，就是唤醒石梦墨，让这场梦结束。梦结束了，我们也就没有了。如果石梦墨永远死去，造梦兽永远醒不过来，那我们的世界就能一直存在下去，不是吗？是，我知道你不忍心。如果你心甘情愿，你怎么可能瞒着欢儿？我与养心师合作，也无非是想延缓石梦墨醒来的时期，为我，为这个世界，
再多活一会儿。啊，对了，师姐，我知道小师妹前不久到这里来了，她的命牌碎了。真怨不得别人，他为了保护石梦墨，保护欢儿，这就是我们的命。